这里是由五粮液冠名播出的中餐厅，五粮液大锅浓香和美五粮。中餐厅第八季每周五22点，湖南卫视、芒果 TV 双平台独播，会员抢先看，尊享加更版等更多衍生内容。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通过芒果 TV 国际版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客人来了，我们要开始了。Hello, welcome. 现在人好多啊。小料理汤，要一份三文鱼，就按我之前的点的赞点一次。日头有几份啊？赞，总共10个，10个。啊？我怀疑今天有划错单的，这桌单子乱到爆炸。今天是后厨，你为什么会变得手忙脚乱呢？饺子掉地上了。哎呦！电磁炉没有关，就是一下子就着了。乌漆呢？没了，全没了。Look at me， 我是中华小厨娘。是你的名字是你的本名吗？对啊，厉害吧？从小就是这个名字。对啊，之前没有艺名啊？没有啊。确定？我质疑你的名字了吗？你完了。欺负！我要是你，我自己锻炼几级分给他。树威克星。各位朋友们，我们的汉风演奏会还有武术会，我们还是要开始了。哇、哦！那我们要不要互动一下？我打。中餐厅合作伙伴太平咔咔脆，鲜香清脆，咔咔响不停。中餐厅合作伙伴金龙鱼1:1:1，金龙鱼1:1:1再升级，反式脂肪减到零。人生需要等待，五粮液中餐厅，精彩一会儿回来。等待是为了更好的遇见，五粮液中餐厅，精彩继续。这里是由五粮液冠名播出的中餐厅，五粮液大锅浓香和美五粮。中餐厅合作伙伴炫迈无糖口香糖，美食搭子清爽对味。中餐厅合作伙伴金龙鱼1:1:1，金龙鱼1:1:1再升级，反式脂肪减到零。红枣、枸杞、保温杯，你最熟悉的中国办公室养生三宝将在法国大变身。这一次荷叶成为主角，它将代替保温杯，创新出包容和谐的美味。女士们、先生们，中餐厅主厨戴广坦即将为您呈现一道国潮佳肴——荷叶蒸鸡。先处理鸡肉，将新鲜鸡肉斩块，切成一口量的大小，用调味品腌制1个小时，香菇泡发切块，红枣泡发备用，再来处理荷叶，干荷叶泡软后洗净拭干，平摊在盘子上。将腌制好的鸡肉放到荷叶中央，再依次铺上云腿片、枸杞、红枣、香菇，入蒸箱蒸至约15分钟，香气四溢，美味即成。中国饮食的讲究不仅仅只是追求优异的食材，高超的烹饪技艺，得体的用餐形式，更体现于我们要吃饱吃好的同时，还向往着自身与自然的和谐平衡。这道菜就是中餐厅送给法国顾客非常具有中国传统滋补哲学的美味佳肴。几点钟上客人？应该马上了。我把酱消了。So good。 谁有空跟我去摆一下外面的餐具？Hello. Inside? Outside? Inside. 客人来了。Hello. Merci. 客人来了，我们要开始了。是的。你好，请进。
这两位想要做花园，你随便坐。今天人好多啊。亲爱的，出去点单了。那我先去。不好意思，我的法语非常不好，所以我用这个软件帮您点单。Désolé, le développement n'est pas si bon. J'utilise cette application pour faire des nœuds. Mer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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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需要什么 ？Qu'est-ce qu'il vous faut？ 你有喜欢的吗？啊，不对，应该是说。你有喜欢的吗？你来。Écoute, bah, je sais pas comment que ça se passe. Tu prends ce que tu veux, j'en ai très bien. Vas-y, regarde. Non, mais. Tu veux quoi, toi, Jean-Luc ? Moi, je vais bien un peu. Les rouleaux de. Pour mon mari ? Ah non, rouleaux de crevettes ? Ouais, les rouleaux de crevettes. Un rouleau de crevettes ?一份虾卷是吗？ Est-ce qu'on doit partager la balle？ 哎？ Est-ce qu'on doit partager la balle？ 哎？你好，你好，你们那法语好吗？能帮我们翻译一下吗？是吧？谢谢谢谢，感谢感谢感谢，因为我实在是一句都听不懂。同学，谢谢谢谢谢谢。您帮我问他是需要一份虾卷吗？En fait, comment que ça fonctionne de En fait, vous choisissez ce que vous voulez, en fait, parce que vous aimez manger et vous voulez le petit peu, sinon moi c'est bien. C'est... Ok. Moi je vais prendre le saumon mariné. Oh, si, si. Et toi tu veux le rouleau de crevettes? Oui. Et après tu veux quoi? Ça, tu veux. Je vais prendre boulette tendre de cabillaud au crabe. C'est ça, il faut aussi. Coquelé. Et l'eau pétillante. Ah, il est très bien là.Ils vont vous embaucher. S'ils veulent, moi j'aimerais bien. 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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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 Merci. Oh, vous êtes nerveux. Pourquoi ? Parce que j'ai demandé à des gens. Ah ! J'ai fait le premier. Non, c'est important qu'ils parlent français. Les Français. Quand ils parlent français, je suis en train de parler. How can I help you? Un saumon, one, deux.You don't want to try this? This tastes good, yummy. One. Okay. Five, okay. Five, okay. And two, okay. This is the 海胆茄子. The sauce is 太极鱼根. Can I have one? 狮子头, 还有叫花鸡. Can I have one? 乌冬花奶. 可以. Let's do this. 虾卷, 好. 茄子, 好. 青豆, 然后狮子头一份. 两个狮子头.这个鹅肝，来一个青豆，糖醋里脊，我们先来一个。糖醋里脊，我来花园。来到五茄子，一个太极鱼根。那就买两个狮子头。哎，瓶子一份，小料理汤我要一份。三文鱼啊，那要个锅贴。他们又来了，一吃两份，就按我之前的点了再点一次，再点一次，点一次。所有的菜单乘以二是吗？再乘以二。OK。等你特调，小明哥，五杯木，两杯莫奈。那边五杯木啊？啊，五杯。没想到今天卖这么多。好，狮子头有几份啊？正，总共十个，十个。啊？哎呀，你没有听错，是十个狮子头。嗯。太极鱼根啊，四个。这里点了四个鱼根，不会吧？对呀、啊。是的。咱们一份一份上吧。来了。
我先把太极鱼羹给你炒了。狮子头这么好卖，可以上了啊。下一个果切可以出吗？双鱼四份里脊。六号桌，方老师，您的糖醋里脊、虾卷、宝塔肉、狮子头。你好，这边是狮子头。You're welcome。太极鱼羹。我们好的能不能先给我上掉？不然饭凉掉了，真的。两个果签。好。我们先上狮子头吧，先上狮子头。我上，你看着，郑哥要看着那个，一号、三号拼桌。还有一个单个几号桌，六，我走一个三号桌，帮我划一下三，我划吧，我划了，三号桌，一零，天，你直接捧着出来就行了。阿言，哎，你有空吗？可以帮忙上上菜吗？今天有点抛吗？可以啊，谢谢。这是你点的鹅肝，谢谢，这是我个人对您感谢的，谢谢。滑雪锅贴，全靠你点的，没有。王凯师傅缺个三文鱼，马上。黄坦师傅差一个鹅肝，啊、对，再做。好，谢谢。黄坦，嗯、啊，蒸鸡好了。好的。你等我有一个蒸鸡。哎，好。三分。好，过去。等我一下下，整体来了，我还没搞明白怎么突然今天这么多的感觉。啊！那个锅贴还有五份出得来吧？我知道，等要等一下。锅贴掉落之际，餐厅状况接踵而至，一场蝴蝶效应即将降临。亚马逊雨林一只蝴蝶扇动翅膀，也许两周后会引起德克萨斯州的一阵飓风。当锅贴掉到地上的一瞬间，原本顺利的餐厅发生了变化，中餐厅的蝴蝶效应开始了。哇！哎呦！估计，哇，真的很滑嘞！就撒盐，撒盐，把盐巴撒下去。我怀疑今天有划错单的，因为大家都在划。二号桌的客人退两个菜，这桌单子乱到爆炸，这个就是个别极端的情况。虾卷也没有啦。
孤清的没了，全没了。大卷都已经孤清了。五号桌上过了，七号桌上过了，我看你啥也没上哈、啊。Il y a un système de poussée, je crois. Il y a un truc comme ça. C'est sûr qu'on va passer parce que nous, on va pas y arriver. Xia Jun 已经孤清了，没了，没了。你总共才出了六份哦。对，这份也没了，这份也没有了，是吧？茄子还有。这份也没有了是吧？对，你叫他换茄子吧。你好，我又来了，你帮我说一下，那个虾卷没有了，换成茄子可以吗？虾卷已经卖完了。哦 non. Saumon, moi, saumon, il y a. 三文鱼还有吗？三文鱼有的。那您可以帮我说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分量，所以我建议他们可以两个人 share 一下，可以再换一个别的，多尝试一下。OK OK， no problem. Il va falloir donner la moitié de votre salaire à la jeune fille. 他说你要把你一半的工资给我。我可以，我可以。You can take a look. 嗯。可能有点花花。Oui, bah je vais goûter ça. 你放点辣椒。哦好。Merci, merci.Messi 不哭。十号桌的虾卷换鹅肝。好，就单独的那个肝，就是这个，只有三片，然后我一个都没有。没了，没了，我。这个不是四片吗？就单独的那个，对，但是现在没了，所以。那这个我们不上点功课了。我也这么觉得。OK， 晶晶，听我讲。现在哪里有没有菜散的、缺的、他不舒服的？我这边还有一个酸梅芭乐，可以弄了送给他。那是甜品。不是甜品，它是开胃菜来的啊！你要不要嘛？要的呀。不要就算了。要的呀。没有了。把你的锅铲打掉。来。那这个奶奶的鹅肝谁去说呀？来，我点他，对吧？我要不我去说吧。有勇气，那我们俩去说吧。但是拿点东西送吧。一定要送东西，因为刚才他已经两个东西都没了。哪两个没有？来来来，这个也没了，我都不好意思说了。没事，这种事我知道找谁解决了。小明哥，店长，店长，哎，哎来，出现了一个超级无敌大问题，需要你来帮忙了。好的，你说。就是呢，我们有一份鹅肝，它只有三片了。嗯。然后呢，那个爷爷奶奶的那一桌已经有 cancel 了两个菜了。他们是没有那个菜换的鹅肝，但是现在鹅肝也没了。所以我们就决定送一个什么那个什么菜，但是我们需要你的笑脸帮我们去解释一下。旁边有一个女生可以帮我们翻译。我去拿一点玩具准备送给他们。好的好的好。我担心又出现意大利那次的问题。It's so slow, right? Sorry, we have some things for you. No, we want to pay for this. I'm so sorry. I'm so sorry. Okay. I'm so sorry. Bye bye.Yeah, it's a gift for you. Gift. For free. For free. Yeah, because you're really beautiful. This color like you. Gift. This is a gift from China. Like this. Yes. Yeah. See? Cute. That's a different. Yeah, yeah.
啊，你跟这个爷爷奶奶解释一下，鹅肝卖光了。也不得化妆。所以我们赠送他一份甜品。哎，没得，伊拉人没。伊拉人没吃，反正伊拉人有嘛。因为他还什么都没有吃，因为好，这样你让他不用管，我来安排，好吧？我保证他一定吃到我们中餐厅好吃的东西。我马上，我先上课去了。Oka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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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Sorry. I get the apple. Merci. Thank you. Merci. Merci beaucoup. Sympa ce qu'ils nous ont fait. Très gentil, très mignon. 十号锅贴一定要送给爷爷奶奶。OK， 我去了。酸梅八乐，赶紧带出去。来吃的啦，就是十号的送的酸梅八乐和鲜肉锅贴，你去吗？我帮你。为什么这个不是四个吗？怎么现在只有三个？我也觉得不能少。你为什么是个单数呢？我不懂啊。昨天还是四个呢。Hello. This is for you, Chinese dumpling. This is chef serve. Sorry. Thank you. Thank you, Maxi.不对啊，我知道，我记得昨天是四个，是四个，为什么今天会变三个呢？估计不够卖了。那你要提前说呀，不够卖可以不卖啊，你不能不说呀。今天这个事儿真的不行，不能这样子。为什么我们今天的锅贴变成三个了呢？因为不够卖了。那可以告诉一些客人没有了，不能上三个，三个很尴尬，两个人的桌子三个人怎么分？小明哥，我刚掉了在地上掉了好多。哇哇、哦！所以我现在就重量不够。意外事故不算。来，今天的锅贴，所有人给他减四分之一的价格，好吧？好 ，OK。待会儿跟大家解释一下。OK。这样子啊，我给你们说一下哈，十号桌的一个爷爷奶奶点的两个菜都没有，然后现在呢，爷爷说他还没有吃东西，所以要不然你们补一份好的菜给他，好不好？可以，没问题。好，那你跟他讲一下，你说我给他做一个特殊的菜，好，不收他钱可以吗？可以，一定要让他人家开心啊。可以。你先泡了这个。好，好，好。十号桌的三文鱼。Hello, here is Simon. It's okay? Thank you. Merci. Ça, c'est mon truc à moi, après, oui. C'est ce que j'ai pris. Là, j'ai tout en même temps. Oui. Trop bon.你的那个猪爽肉，我买了，拿了，我在那炒。猪爽肉你一定做好了，跟我说一声，我要去跟爷爷奶奶解释一下哈。我亲自给你一起端上去。好的，好的，必须要让它好吃一点。你说我现场设计的，你自己跟他解释好了。不要了，我不解释，他不骂人都不错了。没有没有，爷爷奶奶人很好，没有像意大利那次直接走，你还记得吗？我记得，有一对老夫妻。哎呀，那天你快别说了，那天我直接走，站起来就走。管他，那天在意大利情况比这个还要糟糕啊。嗯，那天你知道我们送给爷爷奶奶，死都不要，送也不要，很生气，站起来直接就走。法国人还是比较温柔。我再炒个猪爽肉给他。香猪爽肉，来，快走。
Good evening. 那个不好意思，小妹妹，得帮我们解释一下。哎，谢谢。我们觉得让他久等了，很抱歉。这道菜是送给他们的。对，我们专门给他做了一道中餐中国茶叶的一道菜，就是茶叶炒那个猪爽肉，加了那个陈皮在里面的，是有点陈皮茶香加一点甜味的。那个，甜。来。Merci, hein. Thank you. Thank you. Ça, c'est bien. Ça fait beaucoup, là. C'est bon. Franchement, c'est bon. Santé, bonheur et beaucoup de chinoiserie. Santé, bonheur. À la découverte. J'adore comment c'est coupé. Il y a du boulot pour rentrer le salon. Il faut creuser la poussée. Il y a du boulot. J'en prends un, on en a un. Tu n'aimes pas les baguettes? Thierry, tu veux goûter le saumon? 好吃吗？这个很不错，糖醋里脊啊。OK。Tiens, mais comment ils font pour couper avec des baguettes aussi? Ça doit être bon ça. Ouais, mais tu sais pas comment c'est bon.怎么样，弟弟还好吗？今天有点忙啊。今天有点忙。哎，今天就是道歉的一天，你知道吗？对，哦，今天是我们刚道歉的。今天是我们刚道歉。那没办法，因为客人来的多，然后突然间点的东西又多了。是。不好意思。Sorry. 实在抱歉啊，作为客人来我们中餐厅，让你们做这么多事情。买单。买单 ，OK， 差点没听懂，对不起。哇！谢谢你的鼓励，星星，我需要了。你还需要鼓励？嗯，绝对需要，今天一塌糊涂了。每个人每天总会是犯些错误的，那是时间就是轮到谁而已。怎么了？你什么意思？每个人每天都是只是老天安排谁而已，谁没犯了错误？是的。嗯，星星子真暖心啊。是吗？能鼓励到你，我很开心。菜慢了一点点，不好意思。还要不要加点什么东西？我不用吧。需要的话你跟我们说一下，我给你安排。都够了，不好意思啊，慢慢吃。谢谢，谢谢朱莉安。谢谢，特别棒。菜的味道还可以吗？挺好的。哦，这龙虾是你们点的啊？对，龙虾是。色香味都好。真的吗？色香味美。啊，谢谢。那祝你们在法国一切顺利。好，谢谢。好，谢谢。Dis qu'on est désolé aujourd'hui si tout était pas au point, il y a eu beaucoup de monde et c'était compliqué. Le monde, les serveurs, les serveuses, les artistes, donc, bah bravo, merci. Merci pour nous tous les gens qui avons pu goûter quelque chose qu'on n'aurait certainement pas goûté ailleurs. D'accord.Je suis sûr que tu es ici, tu en as même autre chose. Vos valises avec des trucs dedans aussi. C'est l'idée de. Ouais. C'est vraiment. Dit que le but de l'émission, donc, c'est de vous partager avec vous donc, la cuisine chinoise. La taille de la Chine, l'échelle de la Chine, quelque chose de très vaste, très, très varié du nord au sud, ça va être. Donc voilà, c'est d'essayer de partager un petit peu de ça. Et...J'espère que ça vous a plu. Belle découverte. Oh, ç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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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ye. Merci. Merci. C'est excellent. Ça va. Il a joué avec les baguettes. Ouais, bah moi aussi. Hein. Bisous, bonne soirée. Bonne soirée. En tout cas, on vous remercie beaucoup hein, de votre non, aide. Ceci. Merci beaucoup. Au rev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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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 revoir.哎，没关系，你也累，你可能比我还累呢。不会不会，怎么办？你放着，你别动，快结束了，希望。去吧，皮卡丘。皮卡皮卡，啾。瘦了。哎呦，回去妈妈要。哎呦，什么？我的好大儿，出了趟国，瘦了。我们差不多就开始准备晚饭了，煮个面可以吗，小明哥？好的。累。哦。今天真的有点操纲了。累坏了是吗？啊。啊！我累死了。换了一双鞋，我可以穿拖鞋吗？我的脚都磨出泡了。当然。辛苦了，家人们，终于收工了。听完他这一声，我立刻精神了。现在烧什么好吃的？晚上还这么嗨呢？姐姐姐姐，宝宝宝宝，宝宝宝宝。你的小甜品怎么样了，光蛋师傅？因为我看着不是现在甜品少吗？嗯，可以试试牛舌饼，行吗？你觉得？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嗨嗨，什么细胞啊？50克，葡萄油，加水一会儿吧。拿点芝麻。好了。我做的这个牛舌饼是小号的，严姐，我们烧点员工餐。嗯，好呀。我们研发一道这个辣条摊饼，怎么样？啊，辣条啊，可以啊。耶！哎呦，冷死我了，家人们。辣条摊饼 ，Let's go！ 小面糊糊，好了，我要切一下辣条、香肠和萝卜干。你会切吗？你要切什么？切香肠。碎末，切末 ，OK。还有辣条啊，是。
好了，可以了。哇哇，辣条摊饼。来，你要做啥？我要摊饼。哦，辣条摊饼。好啊。辣条。咦，辣条煎饼 ，Go。是网红食品吗？黑暗料理，网红食品，年轻人的东西。你是不是很期待辣条？辣条。家人们。我现在被影帝还有未来影后包围了。哎，你们知道我压力很大，我只是摊个饼而已。我们下面了，面等一下不吃就要坨掉了。小明哥，叫你。哎，哥，我下面了，面下完就赶紧吃啊。好。不吃就坨了，辣条少吃哦。辣条封杀他，你们去看那个林大厨，不然他很难过的。有闻到一点点焦味了，我急晕了。没事。有。快点，火要关小一点。这个不能吃了。我尝一口，你说不能吃。要加辣椒酱更好吃。好黑暗呀。不过我喜欢。粉干焖肉。就说还什么？你看我搞了个肉，是啊，不然差点晚上就粉干焖肉。炒了个啥？猪爽肉。粉干焖肉。哎呀，辛苦了。我们要先吃了啊，不然面坨了。吃饭喽。面坨了啊，来了。终于轮到我一个人了。我回来喽，宝贝。你不吃吗？我也吃呀。好了，你别等我了。不是等你一块儿吗？哇，这摊开的不错，这摊给你。好的。摊饼，煎饼。这个是什么呀？笋干。好吃。终于收摊喽！吃饭。哎呀！太好吃了吧！我的妈呀！家人们，太好吃了吧！这个饼。哇！好吃。今天我们营业额，来惯例大家猜一下。我觉得应该1200吧。1500。2600。哦，不愧是男人，我真的觉得你们不愧是男人。自信心爆棚是吧？今天的总营业额1910。哇，还可以，也很高。掌声。哦，对，祝贺一天今天做菜了。对啊，
这个糖醋里脊也还是非常好吃的。其实我觉得还是要感谢前台的这些同事，因为我知道其实顾客很聪明，他们一眼就看那个图片能看出来哪些是大师的。没告诉他们啊，就是说的是林大厨烧的。交代过你了吗？只要好吃的说是一天做的，不好吃的就说是林大厨做的，是这样说的哈。好吃，我说我做的。今天是后厨，你为什么会变得有点手忙脚乱呢？你比如说这个猪肉卷烤糊了，啊，饺子掉地上。哎呦，有划错单的，漏单的。为怎么这个怎么回事啊？这个柴菊羹喝完了，是不是上错掉了？因为我有两份呢。不知道是谁用了，就是那四个电磁炉没有关，所以一下子就着了。怎么办？怎么了？但是我是觉得只要是那个电的用完我们一定关掉，这个是要注意，大家反正用完那个电池确实会。对，提醒得很对。我就前菜和甜品就不弄主菜了，这样的话主菜他俩去弄，时间就能岔开，也是可以的。这样行，可以换过来，可以。明天我还是继续就是原来的岗位，然后再帮帮两位大厨，然后我去帮后厨了。好，这是一个方式啊，我还给大家提供另外一个方式，比如说今天广坦师傅做出来这个甜品可能并不是很复杂，那你交给一天就是可以有一些传承。对，都传承传给我吧，我想开饭店和你 PK。 刚才拒绝回答我这个问题。你太小看林大厨了好吗？人本来也很厉害，来中餐厅之后就更厉害。哇，这季之后更厉害了。你看我们出去人家经常都不认识我们，说哎呀林大厨。哎，别的不说啊，我就说第八季我一来了，我们一开路了，小明哥得了个影帝，白玉兰。这开玩笑，这个都够我吹半年了，是不是？关你什么事？关你什么事？关我什么事？我们所有人就你没发微博。稍等，你发微博了吗？我不是不发。你有微博吗？不是我不发，你知道吗？我不会发，不知道怕影响你。像这种情况，阿正，刚才应该怎么回答？你教我一下吧。刚才怎么回答？怎么回呀？怎么回答？没有，我被炸到了，我一直在我在飞着呢。什么呀？怎么回答？怎么回啊？怎么回答？我是怕有时候呢发的不好，你们说我去蹭你的热度啊？不是说好的所有人都得发啊？闭嘴！他网暴我，他说我闭嘴。我知道你是我的克星。树为克星，你选择这个就是个错误。能不能不要说出来，再剪下去对我影响很大。哦，咱们看到紫金，快去医院，不然就愈合了。不能这么说我吧，你这对我打击很大。这打我镜头了。好，我被你打败了。
那时候见到于诗欣每天都开始挠头了。他的声音一到了，我要装到柜子里面，每天都会挠。还想不想做菜啊？想。另外就是明天要做什么菜，咱分配一下。我明天的话呢，虾是没问题的。好的，我做个酸梅粑的。太极鱼羹我主推必出。继续哈，狮头正常出。嗯，然后再加上一个霹雳，我就做这些。鸡可以再做四个四分，尖椒有那个鲜料，明天就要包一下这个。藕和三文鱼都还有。前菜我做一个虾球，然后玫瑰心太软。好的，好了好了，大家辛苦了。辛苦啦，林大厨，明天我跟你啊。没问题啊。耶，还是挺喜欢后厨的。今天我想为大家教制一款无量液的创意鸡尾酒五谷糯米。首先加入20毫升的无量液特调鸡尾酒基酒，再加入25毫升的酷爱酒和40毫升的红味美思，并用陈皮增香，一杯独特的中国白酒鸡尾酒就完成了。既是传统与经典的结合，也展现了无量液白酒应用的新方式。我想我的朋友们一定会喜欢。哎，走，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广场。嗯，是。你看，随时都会有坑呢。人生就是这样子的，起起落落，是不是？是。嗨。早。早上好呀。早啊。早早。程程，你腿不行啊。那要不要我今天背着你啊？没事，公主抱也可以的呀。哥，你快拉倒吧，我快200斤，你再重也不可能比我重。林师傅走，工厂师傅走，阿天走，走，走啊！早啊，妍姐。哎呦，今天正是小马褂呀。对，甜点师傅吗？我是中华小厨娘，听亮吗？你怎么穿这衣服？我的穿搭还看不出来我今天要做的事情吗？今天要去后厨帮忙，这展示一下。Hello, look at me. 哦吼！哦吼！快点，等你回头看我呢。第八季我一来了，小明哥得了个影帝，白玉兰。关你什么事？关你什么事？哎，早！哎呦，哎呦，哎呦！你不是说穿厨师服的就是不一样吗？你今天怎么不穿呢？因为我都要去揽客。好吧，好吧。Hello， 哇，很帅耶，机车服。没有，没有你好帅，你今天真的太好看了。是不是？妍姐，看我，妍姐，看我走呗。我是中华小厨娘，真的，你的好棒，好漂亮！哎呦，我天哪，太美了！美丽小厨娘，是不是？我是中华小厨娘，快点，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帮忙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那你看看你想要做什么？切葱、切姜、切蒜。这个藕需要切一下吗？切藕要切吗？那藕不用切。你怕我切坏了？没有，我先要煎那个鹅肝呢。
没有耳杆了，切以后就剪不进去。你一会儿帮我切一下荷叶。嗯，好，给我吧。好，去拿一下盘子，放在上面压一下，少多余的都切掉，好吧？嗯。每个盘子放260克的鸡，掰的平一点，直接。奶糖、香菇、胡椒、红枣，你尽量把这一面炒上，好看一点，好吗？好的。我要认真工作了。不留点边吗？不留点边更好看吗？可以。看这个，这个怎么样？完美，完美。那就是可以留一点的。可以，漂亮的。Lights got together, we can talk about the weather, almost anything you like. I love when we hang around and paint the town blue. I can't think of anything. Blue! 哇，学会了，学会了。哇，已经看起来超级好吃了。哇。哦，没事。哦，这个完美，这样子我觉得客人会很喜欢。但是做就不一样了。哎呀，是你定的分量好了。所以是换了一身，就是这个皮肤是有什么 buff 吗？漂亮呀。这个皮。我有备菜天分吗？嗯，有一点。真的、啊？厉害厉害！什么那么香啊？充满信心。别把我养胖了。就不胖。不可能。全部是鸡蛋，高蛋白的。怎么可能？这有烧鸡，我不吃，我不吃。超好吃！啊，已经吃饱了。林大厨，我可不可以在这里给你打下手？欢迎欢迎。星星，帮我倒杯咖啡吧，谢谢。不可能，这个已经超出了后厨的范畴。不可能。那你当班厨吧。进厨房得从这种基础做起。你给我把叶子摘下来。好的。然后这个活厉害吧，对不对？把放到这里面哈，这样子一片。对，哎呦，还是挺喜欢后厨的，什么都不用管，只要专心一件事。两耳不闻窗外事，是吧？下一场你们到厨房里面帮忙吗？我怕抢你们的风头。应该是帮我们这个厨师啊，站站台。我希望更多人关注我们后厨，可以通过你所见所闻跟大家讲出去啊，是不是给大家传递一种对的一些信息嘛？可以啊。再比如说哈、啊。
我们在昨天在说的这个电磁炉走开的还必须要关火，还有呢冰箱的温度安全，这都是知识点啊。嗯，就是我们在厨房里面干活，你知道吗？这个弄完一定要把这台面收拾干净，为什么知道吗？避免下一个人来工作的人他心情不好。保持干净，好，刚刚那一段剪一下就代表你在爹味教育我，刚刚那段你完了。哦，这个又完了。嗯，欺负我，一边切一边哭。哼。哦，不好意思。你是我的克星，我不说了。树威先生，你爸妈妈给你取这个名字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很有文化？真的吗？这名字可以吗？很好，很有书香气息。希望你又有文学又有威风。哇，谢谢。那你的名字是你的本名吗？对啊，厉害吧？是没有改过，从小就是这个名字。对啊，之前没有艺名啊这些。没有啊。确定？我质疑你的名字了吗？你没有，我不是质疑你们，对，抱歉，我错了。那个、说一遍就够了。哦，行。这边帮我放，这个事情非常重要。不是我，你要我做什么？包虾。你帮我把虾壳包了，然后虾壳包了以后，再帮我把里面那个虾线掏了。好。妍姐在切什么？听起来好厉害。那个虾的。虾。把那个虾啊，什么虾球啊，虾仁。怎么不看我？这样要出那个。他一眼都不看我。师傅，哎，我切那么努力，你都不知道不看我吗？你不怕你转过来变成了虾肉沫吗？哎呦，我希望你能够尽职的完成，不想打扰你。慢一下。你又要说我坏话去了？认真播。完了，有一句话叫什么呢？专注做菜的男人太帅了。我可是我是女的呀。专注剥虾的女人那更美了，给一个镜头，哇！谁呀、啊？新来的大厨。新来的大厨，好厉害、啊！哇！你们好无聊啊。哎，怎么回事？哎，停电了。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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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陈老师，生日。生日快乐！谁生日？陈老师，星星生日，真假的？怎么可能？他生日，不吹，没有，刚刚停电了。哦，我生日你们都会提前十天知道的，要给我准备礼物，还有红包。哎呀，真的，给送什么礼物？哎，给每人给我设计一道菜吧。好的。你会做竹荪虾滑吗？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就做。择日不如撞日。这样子好不好？这个汤我帮你做了，从此以后呢，咱俩和平相处。这汤我自己也会做。我是你，我自己做面筋提升给他。是为客卿，民是为生。哦，白的，别搞我！树威克星，你
还真别说，我突然间就 get 了，后厨是个精细活。是啊。你有徒弟吗？有那么两三个。什么样的人可以入你的法眼？我觉得总体还是能吃苦耐劳吧。对，因为有些人就上来几天功夫然后就走了。对，有很多人他们就受不了了。而且呢，他出去以后没做好，打的是你的名号，是不是损你的招牌？他们只看到了你光鲜亮丽的一面，没看到你背后的辛苦。好了。哇，谢谢，最麻烦的事你帮我做了。那、啊、真的是最麻烦的吗？这个、是非常麻烦的，对我们来讲是很怕这种事。姐，哎，你做的什么甜品啊？那个什么呀？那个心太软呀、啊，玫瑰心太软。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看。哦，还有一个菜，斗笠橙汁虾球。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给你垫块布，就滑。啊，好的。来，你垫布，我举。哎，别别，你小心哥。没事，可以，完全没问题。好嘞。把煎饼变成一个蛋卷里，这石头还是真的。OK。哎呀，太好了，这真厉害，姐姐。我要做一份那个竹筒冰豆花，你把竹筒借我好不好？可以啊，做竹筒豆花喽。广场老师，帮我蒸一下豆花好吗？好的。蒸10到15分钟。我去把豆花端出来。我去帮你拿。哇，刚刚好。去干嘛了？帮我正好开一下竹筒豆花。那我们今天就卖这两桶够吗？咋办呀，不然尝尝椰子汽水。
搜一搜，椰子的饮料。这个，青瓜、椰子水、冰块、柠檬汁，咱都有。柠檬还有几个？哇，那咱们柠檬汁学很多，咱一大桶呢。是柠檬汁吧？这个不是，这是柠檬汁。这是吗？我搜一下。啊，是，好像是。光坦师傅，嗯，这个是柠檬汁吗？这是柠檬汁，是柠檬水，柠檬汁。OK。哎哎哎，不是不是，哎哎哎，不是不是啊，这个不是，这个不是，是。你用不了。哎，可以，我们要做汽水。不是，我们做汽水。不是，我要做那个这个那个什么虾卷啊？别闹。真的不多了，不让用就不让用，还说不是，真是。哎呀，你这孩子，你看变了变了你啊！不让用就不让用嘛，骗我们还。上面那么大两个柠檬的涂在上面，还说不是，还不是柠檬，哈。这是柠檬还是青柠啊？差不多意思。应该没这是气泡水吗？怎么没气啊？是的。这真的是假事啊。是一点。那用大瓶的吧，大瓶的有气。啊，有气了。有气了。但是没什么椰子水味了。就是不够甜，加蜂蜜，一点点，够了，尝尝吧，我们走。什么意思啊？哎，不是。还不如不加佛甜的嘞。哎呀，这么好喝。哇，好难喝。因为这个蜂蜜。失败，椰子水失败。这蜂蜜太味道太重了。这么困难吗？你研发一道甜品吧。我上哪研发呀？我咋研发呀？你说的简单啊。讲得很厉害，说你研发一道甜品。你说的太简单了，有点。哎呀妈呀。算了，今天先不弄了。哎，今天是游园会，我们的国潮嘉宾呢？中餐厅，感觉是来替馆的。啊，好漂亮！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呢？现在去找一下位置。找一下替馆的位置。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我们是今天的那个国潮表演的嘉宾。哦，好，稍等，朋友们，来国潮表演嘉宾了。啊？来嘉宾了。好的。哎呦 ，Hello，Hello，老师好，好漂亮，汉服，果然是 YYDS。谢谢 ，Hello，Hello， 你好，星星啊，是光彩模式吧？碰，我就是平时会在巴黎街头弹古筝。您好，好，小明老师好，严喜，练武术的。厉害，教我们一段吧。没问题，各种兵器都带了这次。太帅了，哇！我能看看吗？可以，这个是我的刀，表演用的。哇，好看。刀这个是比较软的，没开刃的，嗯，就比较安全。其实我对你这个可感兴趣了，就会那种。
哇哦！我们下午4点钟我要开始表演了，老师，我们先练一下吧。可以啊。我去看一看。你有没有什么要展示的？干不了活了，今天我们就帮你们做好后勤。好嘞，谢谢。老师帮我们放音乐。更高一点吧。这高度可以吗？行。OK 了。一天，我们等会要去揽客了。好，什么礼物我往里扔一点，小礼物送给沿途客人，我那个手绳都送完了啊，那都没了，那都只剩大礼物了。哎，我可以拿你这些冰箱贴去送客人吧。啊，好像是能贴住。你要干啥？我说一个是能送人，一个是能看着那么多吃的，还能给做吃的找点灵感。看，动力，我这都贴上。完成。太好了。哎，待会儿一天跟我出去揽客吧。好呀。一天跟我出去揽客吧。我出去揽一下客。我今天跟你去揽客。哎，我觉得开车去。那应该还比较远啊。我备菜要来不及。算了，我不去了。明天我再去吧。大厨，你也跟我出去揽呗。好呀好呀，好吧，好的，去换一个衣服，一定要穿帅一点，代表中山区门脸。好帅，林大厨，好，走走。林姐，快中秋节了，还挺想家的。每逢佳节倍思亲呢，今年我就跟孝文你们一起过了。那今年我们要把家宴升升级了。今年的中秋家宴，我就用这个再升级的金龙鱼，1:1:1，采用绿色精准工艺，让反式脂肪减到零，还保留了80%营养。是1:1:1啊，这油我家一直都在用，想不到又升级了。反式脂肪减到零，营养更均衡，用起来放心。现在逛京东超市，盖个同款好油。今天星期天，他们的休息日。Hello， 你们好。今天特意带了我的朋友来，特别喜欢中餐。叫明哥，找一下马吧。可以啊。Hello， 你好。你好。我好帅呀、啊！哎，待会儿可以去听我们的演奏会。好啊，好啊。小明哥，明天，明天，明天，小明哥，小明哥，明天，排一下队好不好？我到前面去揽客。Excuse me, we have Chinese restaurant on the way. You have interest in coming to our dinner? Well, okay. Next time. We have Chinese restaurant. I'm Chef Jacqueline. This is my menu. You want to try? We won't be there tonight. Ah. Bonjour. You have interest in coming to our dinner? Okay.
魔术每一次完美的呈现背后需要什么？每一个动作，每一次变换，都离不开细腻的专注与千万次的雕琢。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要创造奇迹，就要做到极致。正如第八代五粮液历经上千年古法传承，全是阵阵的匠心不灭。集五粮之精华，酿琼浆之玉液，和和共生，美美与共。大国浓香，和美五粮。中餐厅和你一起期待下一站的精彩。哎，那这个踢球的 ，I can join， 一脚再给他那个。各位朋友们，我们的汉风演奏会还有武术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哦，那我们要不要互动一下？互动。中餐厅合作伙伴太平咔咔脆，鲜香清脆，咔咔响不停。中餐厅合作伙伴金龙鱼一比一比一，金龙鱼一比一比一再升级，反式脂肪减到零。人生需要等待。五粮液中餐厅，精彩一会儿回来。等待是为了更好的遇见。五粮液中餐厅，精彩继续。这里是由五粮液冠名播出的中餐厅。五粮液，大国浓香，和美五粮。中餐厅行业指定茄皇，新疆番茄是个宝，来碗茄皇错不了。中餐厅行业指定瘦八，健康减脂用瘦八，轻松减脂用瘦八。中餐厅行业指定 MG 巴黎吉维尼购物村，购时尚四折起。你好，扫码吗？哎，好可爱呀，好爱笑啊。 Hello， You're very lovely。 前两天还没什么人呢，这两天人超多。口碑就是这样做起来，一传十，十传百。是不好懒，我们今天运气好，碰到人家那个休息日。对对对，最后一个。对，你是最后一个。好的，谢谢，谢谢，谢谢你们。走，我们真的运气好好啊，今天一开始就糊了一天。是，就开了个好头嘛，就接下来就比较顺，接下来就比较顺。Hello， 你好，你好。哎，这个踢球的可以啊，我一定要证明我自己。可以啊，我来。Excuse me 啊。I can join。Yes yes。刚才你要踢？我踢一脚啊，踢一脚再给他那个。这好像有点像足球版的桌球，就要用这个球去打那个球。White ball, right? OK， 有点厉害啊，有点厉害。Try one more. Yellow， 轻一点。OK。OK， 恭喜我，恭喜我。We are is a Chinese restaurant on the way. Okay. This is our menu. Menu is a Chinese and French cuisine. Yes, but this weekend the theme is a Chinese theme. Very very different. 大厨还是见过大世面哈。大厨是一个超级国际化，对。Egg white, yes. It's a Taiji soup.、This is a. Taiji, you know Taiji kung fu, you know Taiji kung fu.
You have interesting? Come on. Tonight? Yes. For this evening, for the restaurant, it's free for us. Oh, okay. It's a la carte. For a la carte, you need to pay. But no expensing. Just because we take time with us today. You give your best price. Of course. I will prepare one special dish for you. Yes. Chef special. And some Chinese. Excuse me. My menu design is very, very special for one table, one person. Yeah, it's a family style. So tonight, confirm, come in, two table. Two table. Two table, okay? How many people? 12 people. Yeah, okay. Maybe, yes. Four table, ready? Wow! Yeah. Four table. We have some gift for you. This is a hot pot. This is a burger. Chinese burger. Chinese dumpling. Thanks. We have a concert. You want to try it? Okay.各位朋友们，谢谢你们的光临，也谢谢你们的耐心等待。我们的汉风演奏会还有武术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两位主要的表演嘉宾，一位叫严喜，他是我们的非遗传承人，师从世界武术百杰峨眉派玄虎门掌门人钱兴勇。另外一个位嘉宾叫做碰碰，是我们古筝表演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著名的大帅哥 DJ 小胡。大家好，我是 DJ 小胡。对，今天我们所有的音乐都是由我们的 DJ 小胡来给大家完成。那么打功夫你不去看看吗？他们已经开始了。开始了，去看一眼吧。你先去吧，我要把饮料做了。哎，我出去吧，走。哇，快使用双截棍，呼呼喊嘿。那第一个节目呢，就是我们演习的中国功夫表演。
怎么样，是不是很棒？哎，我突然有一个临时的想法哈，你要不要请一位外国客人上来试一下你这双节棍？不然看起来好轻松的样子。谁想上来感受一下的？好，好，欢迎欢迎，你可以感受一下。铁的啊，铁的，注意事项就是可以练，当当当，啊 ，it's low， 棒。try one, two. Oh, sorry. This one. Okay. Try. 动动动动动动。哦啦！哈哈哈 Perfect. One, two. 哦啦！很厉害了 ，Mexico Gu. Thank you. Mexico Gu.那我们要不要再互动一下，好不好？好，那我们请两位小姐姐一起来 PK 一下，扔一下扇子，好不好？好啊，小朋友，好，小朋友更好，来。我们再来一位中国的朋友。我请严希老师。对，主啊，这个，这里。好，我们面对面，好，好，完，一，完，丢，碎，哼，好，打。哦，龙吧。非常优秀哈，我们这个尤其是国外的小妹妹，这么小年纪，没想到也做得那么好，送给她一个熊猫支架，好不好？熊猫的手机支架，小妹妹。啊，可以可以，谢谢谢谢。OK。一个体力劳动之后，我们接下来请。碰碰，你自己来介绍吧。中法结合的算是古风曲吗？还有个曲子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哦，上次李子
Champs-Élysées. Au soleil, sous la pluie, à midi ou à minuit, il y a tout ce que vous voulez aux Champs-Élysées.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耳熟能详的香榭丽舍大道。然后我会在中间就是混了一下茉莉花的旋律，大家可以一听就知道了。好的。嗨的外面那个观众都在，哇哦，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想 KPI。 哇，这汤鲜到掉眉毛。眉毛还好吗？早就没了。难怪林大厨一直没有眉毛。太鲜了是吧？中餐厅合作伙伴太平咔咔脆，鲜香清脆，咔咔响不停。中餐厅合作伙伴金龙鱼1:1:1，金龙鱼1:1:1再升级，反式脂肪减到零。人生需要等待，五粮液中餐厅，精彩一会儿回来。等待是为了更好的遇见，五粮液中餐厅，精彩继续。Hello, welcome. Oh my god, a big family.今天晚上贼满，王大哥，鸡现在要三份，然后大厨有七个狮子头，为什么不赶紧散嘛？哎呀，这样等下去会真的，因为我不能出去，我一出去我晓得他们那边船长要赶紧过来，不然全那个不是我着急。狮子头是不是还有啊？怎么还不上来？肖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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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号桌，稍等，稍等，先别乱，先别乱，你这样子安排是不对的，我不能乱，因为我一乱全乱了。哎，停电了。来开门了啊！开门了，开门了！欢迎光临中餐厅，可以换一下衣服。
OK。这边有画东西的，还有写毛笔的。让我来为你提个字吧，成功了一把。啊，差点连起来了啊！感觉大家很清闲，不能让小明发现。啊！哎，广义，我们之前合作过《还珠格格》第三部，可惜我已经不是那个时候的萧剑了。现在叶子阿姨了。小明哥，快来快来，我给你变个魔术好不好？三，嘿，对，好久不见。你来我太高兴了。你相不相信你刚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可以被影响、被控制、被催眠？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真的假的？上微博参与中餐厅话题互动，有机会获得嘉宾专属回应。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打开应用商店，搜索并下载数字文博 APP， 山海和文物多见一面。中餐厅第八季每周五22点，湖南卫视、芒果 TV 双平台独播，会员抢先看，尊享加更版等更多衍生内容。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通过芒果 TV 国际版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